在太像97年了，不像91年的。韩国有七年吗？我在夸你啊！不用了，平时就有了。你真的太像97年了，不像91年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。我觉得没有人认为你是91年的吧？那你怎么理解少年感？就是战歌这样子。